他们现在要去发礼物了。怎么没有一个很胖的嘞？要有肚子才是圣诞老公公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现在先不要拍了，因为很多你完全拍不完，你也重复了。等一下我们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再回拍回来就好了。还有，对，这边多少光点吗？这边，这边千万不。